看魔术，先帮我拿一下。哈喽，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。 今天我们又来整人啦。今天要整的是什么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拍一个玻璃杯的整人计划，骗人家说那个价值80000块，假装摔破这样，但是它其实摔不破，就是软的假的玻璃杯。今天呢，我找到了一个更屌的、更贵的超逼真单眼模型机。它整个细节你看，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摔爆这一台超贵单眼，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反应吧。 Let's go。我想要变个魔术给你看，你先帮我拿一下这个。我看起来就怪怪的，因为我想说我几天工作以后怎么办。我塞一下摄影机，跟以前一样，就先演给你看一下，然后再告诉你怎么变。看一下，好吧，然后你帮我拿一下。你先帮我拿一下这一台。小骗，谁他妈平常出门会带一个假单眼？我可能戴这个。靠北啊！天，你在整我吗？他都已经要走了，然后很想回飞车。没有，加油！这掉下去可不得了。第三，啊！这也是倒数的，那是超像的哎！哇哦，都看看是谁来了 ！Magic time， 扑克牌的魔术，你帮我拿一下，哇塞！这个吓到我了，很轻啊，道具哎，很猛哎，我接得到啊，你看，完全接到，我接得到，看到没有，蜘蛛人伸手啊，惊奇在起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拍片的最怕相机摔到，你知道吗 ？It's magic time。好，然后那，哎，先帮你拿一下。哇哦，哇哦，想整我啊？我的都没啊。你帮我拿一下这个相机。啊不。吓一跳！那我先拆掉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靠北，这是假的。双击哦。对。那我要在哪？这个感觉能量太大。对啊。那你先帮我拿一下去。被吓死！吓死！吓到笑不出来。吓到了啦！哎，这台不行，这台不行啊。主要是测试一下镜头跟拍照的一些实测的功能，就要特别找网美来实测啦。那你先帮我拿一下，拿一下。我真是一雪前耻，那个被玻璃瓶。我就开始训练别人都会掉，我就先接。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害怕，就是摔到真的单眼，啊，就很害怕。所以才不要背那么多。对啊，就让它看起来比较逼真。好，这个身体。哎呦，哦要！真的很烦，这两台都是假的，我真的要生气。两台都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人计划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跟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魔术 channel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真的超像的、啊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摄影师，像吗？你当摄影师，大家可能会就是不看镜头。那我只好这样。靠北。